流氓文件删不掉，一招让他连根拔起。第一招，手动删除，删除某个文件夹的时候，去提示在另一个程序打开删不掉。这时千万不要慌，只需点击进入这个文件夹，将这里的目标地址复制下来，同时再点击键盘 Ctrl 加 Shift 加 ESC， 调出任务管理器页面，切换到性能，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，打开资源监视器，切换到 CPU， 这里将刚才复制的目标地址粘贴进去，然后等待刷新出来的文件，将它结束进程。现在我们再试试删除这个文件，是不是就成功了？第二招 ，Unlocker 小程序，去官网下载 Unlocker 小程序，下载完成，双击安装 Unlocker。安装好后，右键选择要删除的文件，选择 Unlocker， 选择删除，点击确定。第三招 ，Geek 小程序，去官网下载 Geek Uninstaller 小程序，点击 Download， 点击免费版下载。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Geek， 选择要删除的恶意程序，点击右键，选择强制删除，点击 Yes， 点击完成，这样恶意程序就被清除了。视频中用到的小程序下载链接我已经放说明栏里，仅供学习参考。我是台妹小林，如果视频对你有点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。